永远第六七。子曰：“回也，其心三月不为人，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。”八。季康子问：“仲由可使成政也与？”子曰：“有也果，于从政乎何有？”曰：“四也可使成政也与？”曰：“四也达，于从政乎何有？”曰：“求也可使成政也与？”曰：“求也易，于从政乎何有？”九。季氏使闵子骞谓必宰。闵子骞曰：“上谓我辞焉，如有负我者，则吾必宰问上矣。”